探索牌是非常的优秀，是搭子是够的，二五饼醉牌两进厅。好，打一饼啊，打一饼，好，也不是不行。你这个牌会打一饼。你也会打二五、啊？对啊，五是不会先打，一定是先打二。因为你太早把眼睛定出来，比较没有意义、啊。是没有错的。那现在是单调二条听牌哦。那打二比也是两进吗？好像也是哦，是比较丑的两进。好，变成三六万的吊象。嗯，一转就摸。果然要打二五饼，这台才摸连二，一摸六，恭喜！摸了，这样凑两把就值得了，有价值。嘿嘿，是两进厅吧？起手就两进厅。能不能赶快进个三六九饼？自己摸六饼是最漂亮的，嗯，八条可以撞去，手牌目前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是打三张北风吗？嗯。再靠个一搭，手牌很好，但都没有进过牌哦。Lily 安安，你好，欢迎进入直播间。八万，终于靠到第六搭了。哦，把眼睛碰出来的话，要打什么？要一进厅。用撞雀的方式听牌，那个二四条吗？六条吗？一饼，好，糊了糊了糊了，就糊掉，看我激动，因为太快了，冲动连三呢，八台，操作有点妙，一方三呢，连四了，哎呦，连四喽。可是碰了有一进，而且也算是有，就是、是有推进，就算是两边的撞雀也算有眼睛了。啊、应该蛮多人不会去碰那五饼的感觉啦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自己感觉，那 我可能一开始也不会想到碰五饼。乖璇晚上好，欢迎进入直播间，感谢按赞。剩六搭的手牌哦，感觉七饼还 OK， 优化，有人打起来哦，七万，上来想一下摸牌。先要猜搭，猜什么？决定拆二四万，看七万有剑诀的漂亮，且他应该想保留八九万都还是会碰，四万，
主打七饼啊。不会啊，七饼应该不会动到他。但这个碰了先打七饼比较好。因为还要炒搭啊，你四乱流只要靠搭，七饼基本上没什么价值。好，碰到了，听牌听牌。第四条。有点美。一条谁摸谁打了，留不住了，绝挂。那四条刚刚有胡到嘛，所以看是不是有缘。把关键哦，港上整花哦，是只有我们在玩吗？大家都 pass 了，像这样应该还是有在推进吧？一条，哇，是不是四条真有缘？四摸二花，再加连四，一摸十一。哇，大把的，大把的。后两把算什么？我们就摸两把。碰，吃，再碰。这招就是甜球人。球人不如球己。招招高招，等你出招。打开宅神爷，换你当大爷。宅神爷。以上影片感谢由宅神爷冠名赞助播出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欢迎来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以及追踪我们的 IG， 那我们就直播上线咯，拜拜。